那大家那就稍微安静一点哦，要不然听不见我说话。然后首先很感谢，今天也是很巧合的，然后临时决定来这里跟大家见面。然后呢，很感谢大家这一路以来的支持，然后也鼓励，也非常感谢大家喜欢我参与设计的这些衣服，然后呢，喜欢我这段时间写的一些东西，然后也希望能够同时这个在我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呢，也。也能够疗愈在座的各位，然后我想说的是，就是不管就是人的生命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、挫折与困难，那决定未来的方向一定是我们自己，对，是自己，自己只要不放弃，然后坚持、坚强、坚信，就可以有更好的明天。所以呢。坚强，然后，况且这条路上呢，我觉得，我们也会成为这条荆棘之路上不一样的风景。加油！加油！还存在了。我在呢。就是，其实我觉得自己也不是很孤单，因为有这么多喜欢我的伙伴们陪着我一起。就是最后说一句吧，就算前方是荆棘之路，但是因为有各位的陪伴，我们也会成为这条荆棘之路上不一样的风景。然后就是现在会给大家签名，然后在场的各位都可以挨个合影。